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一共去27名医务人员，绝大部分是呼吸科、感染科、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和护士。这次呢也是我第三次，最大的是2003年 SARS， 我们也亲临前线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呼吸科医生来说，这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。所以大疫情一来了之后，我们很快的就做出了迅速的反应，为这次疫情抗击疫情、阻断疫情、早期防控，做出自己一份的力量。我们去了以后，将根据中央或者当地政府的安排，我们将帮助当地医院，主要是针对患者的治疗以及院感防控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员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但是一定会按照科学进行防治和防控和救治，请大家放心。